我就直白的讲哦，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哦，常常有很多干人，或者说很多人在讲干话哦。那我觉得主委，你台湾这个社会，台湾这个社会就是这么多的言论自由嘛。啊，他要讲什么，他去讲他的嘛。是的啊，但是我们政策上讲得很清楚啊，没有聚焦，没有聚焦。我觉得很聚焦，至少我跟你讲好不好？我现在接到最少7个台商会的会长要请我歌。好，真好诶！我等着你，管你们做回来我。不，不是，我做简单。赖正义安尼甲恁批评嘛，批评。我不是在针对任何人，是，我是这样说。啊，我这个社会啊，就我拿这么多的，让我们的公务员觉得蛮无奈或无聊的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的社会各界的反应，其实基本上是非常正面的了哈。那我们也不是说跟在对岸在说所谓的较劲了哈，因为在2月2号，那基本上，总统跟我们去参加台商的春节酒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就已经宣示了，觉得会产生误解的东西，政府真的要去回应。我也不认为他这样的话，台商就会对我们陆委会有什么误解嘛？我刚刚不是讲了吗？最少7个台商会长要请我吃。